大哥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那个姓吴的干。嗯，看样子那个姓吴的是个肥仔。嗯，闹好了吧，顶个小银行。对，咱们说干就干。啊不，我得计划计划。计划？上回要不是你这个周密计划，我哥他能进去吗？计划出错总是有的嘛，但还得有啊。你要知道，咱们俩是命案在身的人，得有个万全之策呀。万全之策，听上去好像诸葛亮说。那这样吧，等那家伙一进来，你就给他一闷棍。要是你打不倒他呀，我就用钢丝绳套住他的脖子。对，明白吗？要是你勒不死他，我就用这个给他这么一下子。大哥，这可是美国货，坎伯尔军用搏击刀，这东西特殊钢材，论公斤卖，就像黄金一样，论盎司卖也没用。嗯，刀剑朝前，就像那小鬼子进村似的。不说你害怕吧，人家把你手腕一捏，你他妈全完了。看着应该这样。嗯，臭雷子，在局子里扛个啥警衔？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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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，我是老实人，你能不能别拿我开玩笑？你的话我听不懂。不说实话，把你这些多出来的花花肠子割下来喂狗。你能不能不闹？我还没儿子呢。说吧，真实姓名，真实身份，当警察多久了？我是想当警察了，可人家不要啊。我这个人，警察在十步之内，我就能闻出他们身上的味道。我身上除了汗臭屁臭，哪有什么警察的味道啊？你不跟我开玩笑呢吗？我擦呀！你妈！臭小子，现在交代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的，少受些罪。好，我说，我全说行不行？姓名：马铁柱。年龄：36了。家住哪儿？东北吉林。吉林哪儿的？敦化的。你们知道敦化吗？不知道。我一摸你的身份证就知道是假的，老子就是做假身份证出生的。姓名：快说。好，我说，我全说，我真是吉林敦化马家沟村马铁柱。小子，你跟我狠啊，算你狠。来，给他浇上汽油，拉出去给我烧了。是是。卢大爷，卢大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，卢大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饶命啊，卢大爷，这是干嘛呀，卢大爷，卢大爷，饶命啊！说实话，饶命啊，卢大爷，老子就饶你小命。我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在老家时候，烧山羊把一个小姑娘给干了，我怕她说出去，我就把她给杀了。哎，多大的小闺女？12、13吧。你他妈老牛吃嫩草，强奸幼女！别打岔，说重要的。公安局到处抓我，我在家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后来我就跑到南汇，在南汇呢被警察当盲流给我抓住了。好不容易呀，我在前头回老家的时候逃跑了，就这么的，我到海州投奔我娘家瓢泉周老板来了。陆大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白干，我给你白干行不行？陆大爷，我一分钱不要，你只要放我一条生路啊！陆大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谅你小子也不敢骗我，死心塌地的跟老子干吧，别到处乱跑，当心我敲折你的另一条腿。哎呀，陆大爷。
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。没人派？不说实话，我他妈宰了你！我说老哥，真没人派。为什么杀我？上家之权，见财起意。见财起意？老哥您多担当。你他妈有条条地狱！骨头啊！他妈的！我是狗眼不识泰山，这大人饶命。好啊，看在一间房间同住几天的份上，大爷我今天就饶了你们。谢谢。否则再过365天可就是你们他妈的周年。李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看来是你的朋友失约了，我来保护你的安全啊。没有人约我，我也没约别人。李队长保护谁呢？既然无人相约，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莫非是梦游此地？据我所知，这栋别墅是属于春秋兄弟影业公司的资产。我回自己家来看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李队长的到来令人费解。你来干什么？这么说，你是来平调令弟的？不可以吗？你们警察花着纳税人的税款，应该尽快抓住杀人凶犯。到底是美国公民啊，知道警察花纳税人的钱。姚老板国内国外的来回跑，做什么买卖？
第一赚钱，第二守法，犯经济文化领域无所不及。杨先生和刘小姐这么相爱，为什么不结婚呢？相爱不一定结婚。想必李队长也曾经爱过某个女人吧？您现在不也是单身吗？杨先生，作为警察，我想提醒你，不管你拿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，只要你在中国，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。这个我懂。很好，再见。不送。费总，哎，戒毒令的批准程序进行到哪一步啊？只等卫生部药品局的批文了。啊，这么说，还缺最重要的手续了。董事长，这戒毒令从构思、创意、研制，一直到专家鉴定、申请人身试验、临床试验，这一切只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，我觉得已经是够快的了。按照以往的话，恐怕得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。可现在是信息时代，要抓紧，不能等。小亮，多去北京跑跑，在公关这方面费总不是强项。什么批准不批准的，我认识一女孩，她爸爸是卫生厅一厅的，她从德国搞回来一批药，这药别说没经过咱们国家的批准，就是在德国也刚刚进入人身试验阶段，可人家卖的火着呢。新科药的利润要比普通药高得多，月薪就越来钱。小亮，这是违法的。违法？如果按照卫生厅的标准，你的戒毒令顶多也就是在临床试验阶段，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批量生产。专家鉴定我攻的关吗？申请人身试验还是我攻的关吗？药品局的那些官儿，谁不买我林小亮的账啊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，迂腐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海州药业是现代化的大型企业，不是游击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那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。我认为费总说的是对的，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当中进行。今天就这样吧。你好，计算机中心吗？我是海州大厦总经理汪静文。汪总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儿？我需要了解集团公司的销售总会。对不起，这需要董事长授权。我是香港华龙集团的全权代表，也需要授权。这是集团的规定。再见。还挺厉害。我还是喜欢国产手枪。杨先生，您这么有钱，干嘛不买一支好枪呢？您看这个。什么叫好枪？好用就是好枪。这子弹好找，警察也找不着枪主。我可是费了很多劲才搞到的。
现在警察呀查得特别紧。子弹，您还没给钱呢。全是你的。这个也全是你的。杨先生，您这么躲来躲去的，到底在躲谁呀？你不是说连公安局都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吗？哼，在海州想除掉我的恐怕还不是一个两个。我要是你呀，早就远走高飞到外边享清福去了，永远也不回这个地方来。外面？你以为外面遍地都是黄金，弯腰捡就成了吗？我就是要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跟对手见个高低。这一亩三分地还不是您杨先生和秋哥说了算？过去是我们兄弟说了算，可现在被人挤了地盘，查出来是谁吗？哥几个把他给废了。就凭你？甭他妈丢人了，你连门都摸不着。说实在的，杨先生，你买这把枪可真没秋哥那把漂亮。秋弟就是太喜欢玩派了，老用一支美国 M15 的将官手枪，靶子上还镶着珍珠，到用的时候拔都拔不出来。秋哥走了，还有咱哥们呢，打虎派的亲兄弟呀、啊、要是秋弟还在的话，我也不至于虎落平阳和你们这帮小毛贼为伍了。八百中啊，真不愧是当代精英，文武全才啊。只要眼睛没毛病，谁玩这种枪都会百发百中啊。这枪是我国最新研制和装备的79式阻击步枪，它的射程可达1000米，野战部队每个排配备一支，专门用来射击敌人的指挥官、火枪炮手。我懂，玩过这枪？我哥什么枪没玩过，他在美国都驾驶过 F-16 的战斗机，对吧？哦，我走了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教练，拿子弹来。计算机中心向我报告说，汪静文要求查阅集团公司的财务总账。你说他一个港方代表和海州大厦的总经理，凭什么要求查阅我们集团公司的财务总账？我劝过你多少回了，让你不要把什么都放在电脑上，别人要是拿到了密码就等于拿到了进屋的钥匙，想偷什么就偷什么。
从来不用什么电脑。那是因为你不懂电脑。海州药业有2000多名员工，30多个企业，10几亿资产，几十亿的总销售额，上千个销售点，业务涉及到各个经济领域，没有计算机管理，你说行吗？我觉得计算机不如人可靠。你错了，刘梅，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人。那经过考验的人总还是可靠的吧？经过考验？什么叫经过考验呢？人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今天经受住考验，明天你就有可能叛变，过去是战场上的仇敌，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盟友，这种情况还少吗？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去看看金市长来了没有。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马上去通知计算机中心的陈然，海州大厦和集团公司财务总账系统向汪总经理全面公开，授权通知书明天早上会送到他的手里。为什么？汪静文这个女人背景很深，哥，你得多留个心眼啊。全面公开一定有全面公开的道理。汪总作为香港派来的全权代表，他有权对公司的事务进行监督和咨询。快去吧，别耽误时间。喂，啊，董事长你好。一直盼着我们俩能吃顿饭，随便聊聊。你看今天怎么样？我也正想拜访你呢，有好多事情想当面请教啊。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是东家了，你来定时间和地点吧。晚上7点。好，我去大厦接你。好，晚上。
男生。男生。按照规定，公务员是不允许打高尔夫的，特别是工作时间。不过，今天例外。据我所知，是规定公务员不能持有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证。嗯。男生。好球。好，谢谢。你要知道，不管是临时打球还是持有会员证，对我来说目标都太大了。您不必多虑，克林顿都打高尔夫。市法院有个执行厅厅长，刚从省城调了没两年，据说光这个会员证就弄到了两张。哎，那玩意儿值多少钱？这就是个随行就市的东西，大概在20万左右吧。嚯，都赶上我十多年工资啊！你说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厅长，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啊？权力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。我和我母亲在农村下放的时候，其实火柴并不紧缺，但是只要镇上的几个售货员他们一联合，把火柴都藏在了柜子底下，那么一个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就出现了。现在是啊，立法易，判决难，执行啊就更难。正因为难，所以权力就值了钱了。我见过那位张厅长打球。哦，跟我比水平怎么样？差远了，18个洞他要打140个。到了，到了，快点！哎呦，吴老板，今儿您过来买点什么呀？别他妈跟我套词！哪能套词啊？你这个手套怎么卖的？您是老主顾了，哎呀，老价钱，18块钱一副。多少？18块钱一副。上次买你手套就他妈买贵了，龙虾子卖给我12块钱，对不？啊啊，对，4.42。我的货呀，嗨，您看一下，货比三家，我这是军工牌的名牌，给您成本价行不行？我操，还他妈跳楼价呢！走，龙虾子那边去。哎，老弟，咱得上上，15块钱，行吗？这么着吧，我付你13块，买你300副，给您4000块钱。这太低了，不卖拉倒。哎，行，就这样，就算我白送给你罗老板的，交钱行吗？4000块钱。来，点点钱给他开张票。林老板，您说，在哪儿？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您一定要等我。铁柱，哎哎，啥事儿，大哥？你在这儿守着，把货点清楚。哎，我老板找我有点事，我去就来。好，你可千万别走开啊！你放心吧，大哥。哎，过来点下货呀。好，哎，点下货。来，过来点一下，这一包是10副、哎、啊，这一箱呢是300副。哦，您点 一包10副啊？对，点点。来，先抽支烟，哎呦，这点我不抽了，抽吧抽吧，客气什么呀？来来来来，谢谢了啊，来抽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做什么产品的？一次性要这么多？我们啊，是做化工产品的，需要量特别大。过两天我们还来呢，是吧？嗯，哎，能不能跟你们老板说说，多买多优惠，行吗？这个没事儿啊，你包在我身上了，那谢谢你了。别客气。哎，我能接你电话用一下吗？使吧，随便使。哎呀，谢谢了啊。直接拨外线吗？对，直接拨。喂，小李大师的吗？
哎呀，我是你妈铁柱叔啊！啊，我现在在大发市场日杂商店里买东西呢。啊，哎呀，一会儿我还要赶回厂子，那么的，打牌我就不去了啊。啊，我说这两天在厂子里啊，天天吃那些乱七八糟东西，哎呀，吃的我直拉肚啊。啊，哎呦，你看，说说就疼上了。我说，那么的，我上那个后面上厕所去了啊，你抓紧啊，快点啊。谢了啊，哎，我们这拿没有啊这个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你他妈怎么总那么磨蹭呢？啊，泡妞去了？兄弟忙得屁股都朝上了，这不进城买手套吗？怎么那么废？您自己干了，您就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进度怎么样？挺快的啊。挺快的，货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个环节，要是把上头给我惹急了，你他妈就跟我在海州消失吧。林老板，咱这东西啊，污染太厉害了，这废气废水排多了，我怕环保局和警察注意到。再说，现在手上肯干又老实的兄弟太少了，这最关键的是我缺点银子。定金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你还怕我赖账啊？按道理是不会的，可是我有了银子，兄弟们有干劲儿吗？林老板，您真痛快。这么着吧，10天以后您来取货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们那边又进了个人。啊，有一个范明介绍的。可靠吗？我调查过，我想谁都不会逃过我这双火眼金睛的吧。就你这双狗屎眼也能把人给看准了啊？林老板，您还别说，这姓马的真是矬子里拔将军，还真不错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真想见识见识啊。您那位漂亮的姐姐哪儿去了？上回在粤海饭店吃饭，我就老远的瞅她一眼，连句正经话都没说着，害得我做梦老想她。您是不是给引荐引荐？瞧你那样，别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林老板，话不能这么说吧。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在我交货之前，我必须见他一面。什么？好吧，我跟你说说看。哎，你他妈别跟我老成天琢磨这事儿啊，好好干。哎，你慢走啊。三姐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以后我再跟你说。哎，给，这是我画的地形图。啊，他们的主要产品是麻黄素的提炼物，现在已经积累了50多箱了。老板是谁？听说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可谁也没见过。出面的是个年轻人，说是老板的弟弟。嗯，好，您继续潜伏。到什么时候啊？查清老板是谁为止。我要受不了了，我进去就挨了一顿黑打。还差点把我活活的给烧死。你辛苦了，下半年申井侠我投你一票。我是怕熬不到那天了。算了，如辉马上回来了，我赶紧回去啊。再见啊，注意安全啊。铁柱，哎，到哪儿去了？拉屎去了。
小子真是的，你们上货屎尿多啊！哥们，过期了，过期了，过期了，马上走吧。哎，哥们，夫人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没事。哎，卢老板，慢点走了啊！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放后面啊！小鹏啊，这球场有多大？全长6000多米，占地60公顷。嚯，看来今天这18个洞是打不完了。听您的，您说打几个我们就打几个。那就再打一个吧。好啊，那我们赌一下输赢怎么样？作为政府官员，我可不和任何人赌输赢。那好啊，那咱们换个说法，您如果胜了，我送您一套肝；您要是输了，请我吃海鲜，怎么样？那还行。走。你这不是故意的往沙坑里打吗？靳市长，您说笑话，我要真能指哪儿打哪儿，就不当这个董事长了。有件事儿想顺便跟您说一下。哦，凡是顺便的事儿，往往都很重要。什么事儿？戒毒疗养院开工典礼的时候，劳驾您一定出席。那当然，全球工业嘛，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您能不能以政府的名义借给我点钱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借给我200-300万，然后我很快的就给您再打回去。这何苦呢？洗一遍，狐假虎威而已。您要知道，民营企业是您政府属下的各个部门盯得最紧的地方。如果政府以支持民营企业来投资慈善事业的名义借给我钱，那么工商税务部门就不敢来骚扰我。骚扰？嘿，这个词儿可不好啊。是，听着是有点别扭，但是现在政出多门，如果把所有的程序都履行完了，恐怕黄花菜都凉。啊，这样吧，你写个报告，但是能不能借到钱，你应该知道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，试试看吧。好，那就谢谢了。小姐，5号铁。你小子越来越没规矩了，啊！进门也不打个报告，更别说李正静了。张局，我这不是有紧急公务吗？紧急公务，你的公务私务全都是紧急的。张局，你看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地下黑工厂的位置，这是强明绘制的地形图。这个地下黑工厂呢，是提炼麻黄素的，麻黄素是加工毒品的基本原料。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化学课代表。啊，你知道，这是我偷拍卢辉的照片。就是你说那个黑包工头啊。对，强明报告，卢辉的老板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我敢肯定是刘梅。只要你一点头，我马上就捣毁这个地下黑工厂，把刘卢二犯拿下，这样就能彻底揭开海州毒品大案的内幕。恐怕不这么简单吧？啊，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啊！海州毒品大案的背景很深，切记处理案件的简单粗放，操之过急只能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刘梅涉嫌毒品大案，她也只是个目前人物，
真正的毒枭是藏在幕后的，并且与国际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你的工作呢，只是局部，即使是局部的战斗，你也要把握时机，稳操胜券，不能影响全局。我想我说的够透彻了吧？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，那不妨你靠边休息几天，我安排别人来主持这个案子。虽然没有完全听懂，但局长的意图我已经完全清楚了。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这个局长不好当，我还是当这个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，人就暂时别换了啊。嗯，你小子聪明透顶，你可就是改不了那个性急的毛病。张局，我准备对刘梅、卢辉、杨春等人实行严密监控，你还有什么指示？这个呀，就从卢辉下手，掌握确凿的证据，时机成熟可以实施逮捕，把魏巍打开。是。